吃东西是很香。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大肠？大肠还早说嘛，说呀，等很久了。我们都不好意思伸手。大肠蛋也没要有正确吃法。谁贴贴吗？司马懿。嫌弃我？我还以为你要跟谁贴贴，还怕是有味道。我感觉你们今天战斗力不太行啊，是玩累了，玩累了，是不是？Thank you.
是我吃的太热了。我做完真的特别，然后真的一天完了。我们去下面溜达了一圈，然后就上来了。想不太适合我们。那你们有看到熊猫吗？有看到熊猫吗？咋了？那个队都爬了山，吓死我！你看他们，太夸张了。所以你们并没有看到熊猫？并没有去排，放弃了。然后那个人说有看熊猫的票。
怎么样？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一个人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上上上去下来，连做了五遍。我很喜欢这种东西。然后我在天津换热狗的时候，不晕吗？我很喜欢。我在天津换热狗的时候，在天津蹦极，然后又有种压了，他们工作人员不敢让我蹦，说手那个惯性脱臼，不让我蹦。对，就我很喜欢一些高空类的东西，我虽然很害怕，但我很喜欢，我就是越害怕就越喜欢。我感觉我不太喜欢蹦极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。你的蹦极的喜欢，居然女生对你的喜欢呀，你接受不了。天哪，我超爱，我很喜欢他上到上面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再下来的，然后屁股腾空的那一瞬间。香港做过吗？香港的那个韩国人跳楼机在海上没有，你是面海的，脚下也是，他就是伸出去的。天哪，那我好紧张。酸的，第一张还没上呢。
就我们就是被炸那一下，那是今天吃的。是说昨天嘛，是吧？啊，就很冷的时候。对，就我。对啊，就我刚刚讲了呀，就你在韩国这边待一个月，可能能吃的习惯，一个月以后会崩，真的会崩。一个月，我两周应该受不了。下午。